我在展这个展览呢，心里面很纠结，为什么会有毁佛事件，为什么佛教会有三无一中法难，也是我们审视的一个课题。在佛像菩萨像后面会有一个摩尼宝珠的装饰，这个可以说是北齐的一个造像模式。曲阳最早的造像是受到什么呢？金铜佛像的影响，它是用金铜佛像作为它的粉板做的。如果和维纳斯雕像相比，这件雕弓箭战的胁侍菩萨就是东方的维纳斯。在中国的艺术造像当中，佛教的艺术有着更多层面等待我们去开发。